请老梁。举世瞩目的戛纳电影节开幕，女演员费尽心机走上红毯，孔雀开屏，争奇斗艳，为博眼球，他们都使了哪些手段？中国电影趁此热闹，也要去镀一层金，却闹出了开幕式上剧组集体消失的乌龙。这背后究竟隐藏了些什么秘密？电影人费尽心机与电影节攀上关系，这么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本是艺术的殿堂，却成了奇葩的秀场。看热闹的同时，我们也该好好反思。本期节目，被吃豆腐的戛纳电影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看电影。今年5月11日，法国戛纳电影节正式开幕。那么对于戛纳电影节呢，中国观众啊应该说并不陌生，它和这个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并列欧洲三大电影节。那么中国人对戛纳电影节的熟悉程度恐怕要高于对戛纳电影节获奖影片的熟悉程度。为什么呢？因为戛纳电影节很另类，它不像奥斯卡那么偏重商业，它对文艺片这种这个艺术类片子有特殊的口味。如果把戛纳电影节获奖的片子拿到中国的电影院放映，恐怕得有90%的观众在看的过程当中能看睡着了。就是我们对于欧洲人推崇的这些文艺片呢，很多时候啊，大家接受了商业电影，接受习惯了，恐怕接受起来会非常费劲。可是这一点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共生现象，就是我们对他的评奖的电影啊，了解的并不多。可是反过来呢，中国人对戛纳电影节的热衷程度那可是特别高涨，有不少的女明星呢跑那边呢走人红毯去，还有非常多的国内这个电影剧组啊到那边搞宣传。而这些个影星或者说是这个剧组，他们压根儿没有任何作品入选戛纳电影节的这个主竞赛名单，没有。那为什么还要到戛纳那边一个文艺片荟萃的地方到那边去镀镀金呢？到那边去转一圈呢？所以今天咱们就给大伙说说戛纳电影节和中国电影之间非常奇特的甚至有些扭曲的关系。其实戛纳电影节跟中国结缘的时间非常早，那是在1964年，咱们就曾经中国的动画电影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荣誉奖。哪部呢？就是我们小时候看，他们看见金鱼就叫起来，妈妈妈妈，好妈妈，我可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个白肚皮，好孩子，你们再去找找吧。水墨绘画的技法来说，刻画的是淋漓尽致，就艺术水准是绝对够的。说为什么1964年在那边获得了荣誉奖呢？中国和法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那是西方国家里第一个在冷战的时候和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对于中法两国的外交都是个重大的突破。所以那一年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不是小蝌蚪找妈妈送上去，其他影片去也都会得荣誉奖。当然小蝌蚪找妈妈的艺术水准是够的，就是1964年我们跟戛纳电影节都结缘了。但是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呢，咱们就没有影片再获奖，一直到1990年呢，张艺谋和巩俐合作的电影《巨斗》在戛纳电影节呢获得了路易斯·布努埃尔特别奖。去叫你婶儿下来。婶子，我叔叫你下去，你早该下了。老子花钱不能买个白吃饭。这个时候，中国媒体由于已经眼光开始世界化了，广泛报道说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了。也正是这部电影开始呢，借助戛纳电影节，中国电影迎来了90年代的辉煌时期。1993年的《霸王别姬》在戛纳电影节获得了最高奖项——金棕榈奖。《霸王别姬》讲的是楚汉相争的故事。楚霸王何许人也？那是天下无敌的盖世英雄。
横扫千军的勇将猛帅，可老天却偏偏不成全他，在垓下中了汉军的十面埋伏，让刘邦给困死了。那天晚上刮着大风，刘邦的兵唱了一宿的楚歌，楚国的人马以为刘邦得了楚地，全都慌了神了，跑光了，听得霸王也掉下泪来。人纵有万般能耐，可终也抵不过天命。归村，四面俱是楚国国神，定是刘邦得了错地，故大事去也。啊，大王，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命。是人呀！1994年呢，张艺谋的《活着》在戛纳电影节呢得到了评委会大奖，其中葛优呢凭借着在里边演的富贵这个角色，最终得了这个戛纳电影节的影帝，这是华人世界里第一个世界级的影帝。而自那之后呢，像我们的一些电影明星啊，像梁朝伟啊、张曼玉啊，都先后获得了戛纳电。在2004年呢，巩俐还凭借着她这些年的厚积薄发积累，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特别大奖。她是第一个获得这个特别大奖的华人影星。就说戛纳电影节跟中国电影在当时来看，这个缘分应该是很正面的，是因为我们确实华人世界里拿出了非常多的过硬的作品。你像今天我们提到的陈凯歌最好的电影《霸王别姬》，包括梁朝伟、张曼玉一些经典作品，人人都说好的。就是那个时候，戛纳电影节跟中国电影是正向的互动。那么当时呢，很多影星呢也借助戛纳电影节呢，在影片之外拓展了自己的影响，成为世界级的影星。你像巩俐，巩俐原来给这个西方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中国女人。因为你看巩俐那是不管是什么《菊豆》啊、《霸王别姬》啊这些片子，她都是演的旧中国的传统女人，啊，穿的都是旧中国那些衣服。你得回来，你得回李家来。多大的气吧，张口就给咱一头大黑骡子。你不愿意归不愿意，你抡什么剪子。从1988年的《红高粱》开始，巩俐的荧幕亮相大部分都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形象。巩俐在《红高粱》中饰演的九儿，是个倔强坚强的旧时代农村女性。大家先别走，
我有话要说，咱这烧酒锅不能散伙。罗汉大哥，你在李家的日子久了，凡事还得您多张罗着。我一个女人家，全仗大家伙帮忙了。要是实在有不愿意干的，想走也不强留，这个月的工钱照发。日后想回来，还是咱烧酒锅上的人。我说，你们还是留下吧。到了1990年的菊豆，讲述的是中国上世纪20年代的故事。巩俐饰演的女主角菊豆，是一个被染坊老板买过来当媳妇的女人，受尽了老板的折磨。菊豆为了活命，只能隐忍。到了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巩俐在里面饰演的宋濂，虽然是一位民国期间的姨太太，穿起了华丽的旗袍，可是无论衣裳多么华丽，巩俐所演的角色依然是旧时代女性，依然没有摆脱社会地位低下的困境，只能依附于男人生存。到了1993年的电影《霸王别姬》，巩俐饰演的女主角菊仙是一个青楼女子，更加没有社会地位可言。从巩俐饰演的这些角色来看，无论是华人还是外国人，对巩俐的印象一直都是既传统又瘦小。可是由于《霸王别姬》呢，巩俐被邀请过去之后呢，她不在里边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嘛，女主角，这样她要走红地毯。那么走红地毯呢，巩俐这身打扮就不一样了，因为巩俐呢身高1.69米，快1.7米了，比较高挑，所以穿着那白色V领的衬衫，下边是黑长裤，哎，看着就是高挑丰满型的，很时尚很现代。所以西方世界一看，哟，这巩俐这么漂亮，高挑丰满很现代，所以自那以后，巩俐除了电影的形象之外呢，还有非常时尚的形象。结果这个形象触动了巩俐呢，成为一个国际级的明星。后来我们看，像张曼玉啊，像章子怡啊，在这个红地毯走过之后，都是利用这块红地毯，使自己的提升了国际形象的这种时尚范儿。所以这个时候呢，等于走红地毯呢，是中国女影星啊，应该说成名的一个比较好的催化剂。可是接下来呢，有的影星就发现了，这是一条终南捷径，一点点这红地毯呢就有点变味儿了。就原来呢，走红地毯这影星呢是带着作品来的。就我这个演的电影啊，是参赛作品，还是有可能获奖的，所以这些影星到那儿去呢，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可是接下来呢，有一些作品根本就跟入围参赛不沾边的也来了。那么开了这个坏头的是谁呢？话题女王范冰冰。咱们在这儿呢，首先要给大家说一下呢，能够到戛纳走红地毯的都是哪些人？这些年看来就是三类人。第一类呢，就像巩俐这样有扎实的作品，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是国际影响力，是组委会啊给邀请来的，就主动请你来的，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赞助戛纳电影节的赞助商，他把自己在电影圈里的代言人呐，就做广告那个代言人找来，给自己品牌做宣传。第三类呢，反正不知道怎么就来了，说白了跟着蹭红地毯，谁知道他那怎么弄的这邀请函，是花钱啊还是怎么着？范冰冰呢，就是第二类人。因为这一点呢，得益于2010年那个时候啊，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蒸蒸日上的，世界上很多国家就发现中国市场非常庞大，要挣中国人的钱，所以一些国际大品牌呢就想在中国找一个代言人，开拓中国市场。当时这个范冰冰代言什么呢？巴黎欧莱雅，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化妆品的国际品牌，巴黎欧莱雅用这个范冰冰代言，然后在戛纳电影节上呢，他把范冰冰弄起来走红毯。因为对中国国内有积极影响，他好卖他的化妆品，所以范冰冰是借着这个，说白了，得益于蒸蒸日上的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以及中国国内庞大的市场，赞助商把他请下来走红毯。那么范冰冰后来被称为范爷，和那次走红毯有直接关系。就他当时没有一部作品能进去的，可是就是给化妆品代言，说白了商业性，他去走红毯了。他走红毯一下子出了大名了，怎么着？他那身衣服厉害，
他穿了身龙袍。是这个影响可大了，因为龙袍过去都中国皇帝穿，这是有个影星在国际穿上了，如此鲜明的中国符号一下子成了舆论的焦点。因为戛纳的红毯呢，不像说我们中国国内搞商业的活动的红毯，有时候恨不得红毯铺一站地，它的红毯不长，两边还有台阶。就当时呢，报道的媒体在台阶上说看范冰冰一步步从台阶上走上来，特别古典。但是后来一看，古典当中有现代，显得霸气十足。范冰后来对媒体说，我这龙袍别人还穿不出去呢，不一定敢穿呢，就意思我才有那范儿能架起来。所以范冰当时这个事情引起了广泛的话题关注，后来范冰冰也成了时尚女王，各种这个活动啊还是代言呢纷至沓来。就她对这次戛纳走红毯对她来说影响是积极的，可是呢对于电影界来说这并不是个好事。就戛纳走红地毯本来应该跟电影有关，这是跟商业有关，跟电影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头开了之后呢，有的人发现呢，我到那儿走红地毯，国内一报道，那有的国内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事，他到戛纳走红毯去了，戛纳那高大上啊，那当年都得《霸王别姬》才能去那儿，这影星去那儿看来是挺高，反过来他对他的商业价值有促进作用，能糊弄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所以很多影星开始琢磨这方面歪门邪道，哎，我借助这个到那儿转一圈，我没作品也不要紧。比较典型的，去年中国有个女影星叫张馨予，她就跑到戛纳去蹭红毯去了。因为这个蹭红毯，有人就怀疑说，这个时间长了，那边也发现这个事儿。戛纳说，与其你来蹭红毯，还不如明码标价。据说呢，2万欧元能买一次走红毯的机会。那对于国内获得的商业收获来说，那这明显是比较合账的一件事儿。说这张馨予走红毯，不光走红毯，她这衣服引起广泛关注，就跟着龙袍关注差不多，人就有点类似东北那大花棉袄。他弄那么一件衣服，所以有人看这个说，这个张馨予成功的把戛纳的红地毯变成了东北地方戏的舞台，哎，就感觉穿那么一身上去，随时就哒啦啦哒哒哒的，就跟跳秧歌似的。说网上有人还编段子，说东北有娘俩在这对话，这个闺女问妈说：“妈呀，咱家炕那被子哪儿去了？”他妈说：“那啥，让张馨予整戛纳去了，这整戛纳干啥？那天冷，他披身上了。”哎，这是网上的笑话。但是你不管怎么说，张馨予一下子这话题热了，对他又代言这个代言呢，有很大好处。所以这一看着这个占便宜，哎呀，很多呢，中国电影圈的人的眼睛都发蓝。所以就是有很多这影星啊，不出名的三四流的，哎，也在这混。其实，在一定程度就利用国内信息不对称，说白了借人家这个戛纳红毯的光，在一定程度等于占人家便宜。那么这种风气啊，不光是说明星个人。整个剧组现在都开始玩这个，就是虽然你这片子根本戛纳电影节没看上你，你也没参赛，可是我到那儿转一圈，在那儿做点宣传商业活动，反过来国内说某某某电影征战戛纳了，你看拿到那儿评奖去了，这其实更是欺骗老百姓。你看咱们说去年有部片子，今年上映的《寻龙诀》，彼岸花又出现了。我得把这事儿搞清楚。彼岸花，据说是1000多年前契丹公主傲骨的标志。它能够穿越阴阳两界，让人死而复生。它开花的时候特别美。就是它开在阴曹地府，我也一定给你采回来。每逢素叶之交，彼岸花盛开，生死之门就会被打开。彼岸花是我的。完了，这下可绝户了！来了，寻龙诀去年戛纳电影节时候就去了，怎么弄的呢？这个寻龙诀剧组啊，到那边之后呢，又这个宣传那个宣传，里边演员呢，你像什么陈坤呐、啊，什么这个舒淇啊，也去走红毯去，就给人的感觉呢，
这个电影入围戛纳电影节，其实根本就没有。我们都知道《寻龙诀》这片子呢，及格线以上，票房16亿，很不错的。它为什么在国内火呢？首先一个，咱说这个《寻龙诀》啊，是改编自这个《鬼吹灯》，它有很大的这个粉丝群捧它。第二个呢，是本身这里头特效啊做的还不错。第三个呢，他前面改编《鬼吹灯》那个九层妖塔太次了，显得这片子不错。他的水准根本就没到去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水准。但是弄完了之后回来忽悠市场干16亿，结果这个呢就被有的剧组学会了。还有一本这个盗墓题材的小说叫这个《盗墓笔记》，这《盗墓笔记》呢拍了网剧了呢，反里边广告植入的乱七八糟，但是点击量也很高。漂亮！这剧组一看，咱接着这热乎劲儿拍电影吧，肯定挣钱呢。怎么宣传呢？一看这个老大哥《寻龙诀》到那儿宣传成功了，你票房说我能20亿，最后也不错，弄16亿，咱照葫芦画瓢来呗。所以他们决定呢，也弄了一个叫这个《盗墓笔记》这个剧组出征戛纳，说今天到戛纳去了。完了之前在网上发一些照片，就每个人走红毯的造型，反正把图都 PS 好了，往那一站呢，个个这个影星范儿十足。结果呢，戛纳电影节去了之后，今天呢没有他们，没有他们走红地毯。这大伙说这怎么回事呢？他们在发了一个启示，说由于当天堵车迟到了，没走上红毯。说为了表示歉意呢，把这个电影的预告片发出来。很多网友看了预告片说啊，不怪他没去上，这电影拍的还特技呀、像那五毛特技，造型也挺雷人。就有的网友看了这个电影预告片，觉得这电影不怎么样，这一些网友的个人看法。那么紧接着有些媒体就开始扒他们，怎么扒呢？说他们根本不是堵车没去上，是他们这个水平压根不够，人家组委会压根就不让他们进。你看网上还有这么报道的。但甭管这事是真是假，就是他们拷贝了《寻龙诀》那种宣传方式呢，没有达到《寻龙诀》的效果，偷鸡不成蚀把米，最后反而成了一种笑话。所以我说，现在有些呢，这个电影团队也组团到那边去，蹭红毯去，这个我觉得不好。这有点像什么呢？咱们都看那个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里边的有个场景呢，就是孙红雷跟孙艺兴两个人，啊，这有点饿了，就跑到个小面馆里，到那儿这个吃面去。结果第二天呢，那面馆老板呢，就推出一个孙红雷加孙艺兴32元的套餐，就是孙红雷在这吃这个了。孙红雷后来看了之后，在微博上发了一条，说你我们俩就吃17块钱，也没吃32，就地涨价。其实这啥，饭馆老板占人孙红雷便宜，说白了等于让孙红雷给他代言一把。就这种事儿，其实地道的一种占便宜。
就我说，无论我们的影星还是这个电影剧组跑那儿去蹭红毯去，就是一种占便宜，借人家腕儿。那有的人说，要照理说借腕儿，那戛纳不如奥斯卡呀，那为什么去法国不去美国呢？那去美国效果会更好啊。这个和奥斯卡奖的高门槛有直接关系，因为奥斯卡奖每年他邀请你来的必须得是送审的片子，就参加比赛的片子。那参加比赛片子，中国能送的什么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佳外语片呢，一个国家只能送一部。由于中国这个国情特殊，它可以这个台湾送一部，香港送一部，大陆送一部，可以送三部。但是就这三部，在这个之外，如果你没有作品送来，那对不起，不让你进来。就每年你只能中国华人的片子就这三部，所以呢，你去了也不让你进，你占不了这便宜。之所以能到戛纳去占这便宜，是戛纳电影节的门槛很低，就是你自由把片子送来，你包括前面我们说像《寻龙诀》啊，像《盗墓笔记》啊，他只需要把片子送来就行，把拷贝送来就行了，然后你就可以到这来。有人说那戛纳电影节这门槛也太低了，不，它门槛是宽，你可以随便进，但是你想获奖可难了。戛纳电影节呢，经常送过来的片子1000多部，像最高是1800多部，但这1800多部进入主竞赛单元的，就是40部片子。这40部片里有可能获奖的，还得筛出20部来，就这20部片子有可能获奖。前面我们说的中国这些年送去片子，进入主竞赛单元几乎就没有。就所以你看，它门槛宽，但是门槛很高。可是由于它门槛很宽，什么人都可以送过来，你就可以来。它不像奥斯卡那边，你不送片子你就不能来。所以有很多电影剧组看着这便宜了，说白了跑这来占人便宜了。这个就像什么？早些年我们说在维也纳金色礼堂、金色大厅开音乐会，多高荣耀啊！这些年我们才知道，交租金你就能去开音乐会去。咱国内很多歌星啊，又什么演奏团队跑那开一场去，啊，我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我在那儿开个人演唱会，其实根本就没有人来看了，变成什么呢？我们假如说有两个团到那儿去开演唱会去，好，那今天这个团演唱，底下观众就那个团；明天那团演唱，底下观众就这个团，自己人给自己人唱堂会。所以我们说这几年我们有些影星、有的剧组，跑那儿去这么弄去，这种现象对中国电影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今年我们看，我们送去这片子根本就没有进入主竞赛单元。当这种东西变成常态之后，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形象将会非常非常的不好，而且这也助长了国内电影恶性竞争的歪风邪气，就不好好在电影上下功夫，弄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所以今年戛纳电影节以及这几年戛纳电影节，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蹭红毯的现象，应该值得电影界警惕。我叫周强，是一名选猴调教师，我们调教猴子都是非常讲究的，根据他们的性格喜好来因猴施教。作为一名80后的首席调教师，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更多的努力来带给全国儿童更多的欢乐。你到底怎么训练的？你有什么技巧？调教师他的流动性大。好，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看电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